因为它冬季特别特别冷，但它不怕冷哈，在零下14摄氏度，你都可以在雪地里发现它的踪迹。看见远，看觉得熊猫的毛肯定很软，其实如果你真的能摸到它的毛的话，它的毛是非常硬的，像钢丝一样扎手，就有点像那个牛鬃，非常粗糙。哦，它在上面就是坐着休息睡觉哈，然后它找的一个地方一个三叉口。对，它在正面这种。哦，还没调整到最好的姿势。那真没错在。那这个是不是好难的？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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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